狗啊，我咋觉得你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儿呢？韩书记，我呢，很感谢你这两年对我们家的帮助。如果没有你，没有嘎查韦。 我们家不可能这么快就脱贫。你呢？你是我们家永远的恩人，我们家从老到小都会非常非常的感谢你的。你将来一定会有很远大的前程，还有很好的生活。 我真的很祝福你。我就是个农民。哎呀，倩妮姐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。我跟她比呢？ 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韩书记，我祝你们幸福。要是没什么工作上的事儿，我就不送了。